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回音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啊，我们现在玩的叫多人空岛篇，现在啊只能是靠钓鱼了啊，我看我能不能钓一个附魔台出来。卡在这儿啊，这个是基岩的特性是吧？然后这也不用你管啊，你用后脑勺钓鱼都可以。你看我钓着鱼了，这基岩板是我见过的最不讲理的啊。把我撞去，闭目养神，听到噗嗤一声是吧？你就可以点右键了，你就可以搜了，就这么嚣张，好了吗？啊，没好，嗯，等着吧。我拿的是普通的钓竿，钓的有点慢，是不是？后脑勺钓鱼大法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牛？我哭吃，哎，啥也没钓着，是啥玩意儿？哎，我的妈！本来啊，我是按 Java 版的整了好几个版本的这个钓鱼机啊，自动钓鱼机没有用，这边还放过什么金质的压力板，没有用，它就得这样，它落到这底下钓着，这个是反正是半自动的啊，就是不用你那么盯着。我没说嘛，这后脑勺对着他钓鱼也可以，他这个机制就是这样，然后这个卡到那个压力板上，然后咱们，我现在是啥也没干啊，你别老钓我脑袋行不行啊？你看这样就好使，这样啊，这个唯一这个要讲究的就是这个得飘在这个水平面上，咱们等着就可以了。你去看，你干别的也可以，你别点右键就行。这么远也可以吗？那这么远呢？这么远也可以啊。好，放长线钓大鱼，好像就这意思吧。等着吧，这是钓着是没钓着啊？我还得去看看。啊，已经钓着了。好，我上那边去收竿去啊。我现在啥也没动啊，好，我收竿了啊。哎呀，经验给我了，看到没？哎我的妈，什么奇葩基岩板是真不讲理呀、啊、什么玩意儿，怎么甩到那儿去了？甩到那儿我看能不能他那个鱼漂跑到这儿来卡着啊，观察一下。来吧。小伙伴说，我下个星期带你上王者，你现在是星耀，我现在星耀二，我用你带啊。我自己姜子牙两次上过王者，我用你带吗？我最高段位打到过王者22星，你带我，你告诉我，我单排打上去的。咱们小伙伴列的老多了，无双王者啊，像我的小伙伴空气啊，打到过80多星，野华百星王者，最可笑的是他们带不动我，这说明他们技术有问题。百星王者又怎么样，带我打就输。野华说我带你呢，你们有点带不动我，不是我有点带不动你们。百星王者又怎么样啊？大漠说我是2星王者，对，反正咱们很奇怪啊，咱们火焰军团的小伙伴啊都很奇怪，自个儿单排都连胜，像空气上一回看着给我的嘴吓一跳，他20多连胜，然后一跟我打10次有9次8次是输的状态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们技术不行，是吧？带不动我就是他们技术不行。百星王者、无双王者、荣耀王者，然后跟我一打就输，什么呀？野华说：“对，野华是98连胜是吧？然后跟我打就输了，这说明什么？他技术还是不行。百星王者又怎么样？”哎，我啊、啥呀？弓箭呢？我去，我整个无限的，无限弓也没有用啊！
无限攻倒是行，可是他那耐久太次了，这个要是有个铁针就好了啊，把这几个凑不凑吧，翅膀都掉这么多。哎呦我的妈，小伙伴们，你这个王者呀，很多小伙伴愿意玩王者啊。这个王者吧，咱们这样啊，咱们理性分析，有时候为什么会输，有时候不见得是队友坑，有时候是阵容的事儿。阵容不对吧，你打就累挺，也不是赢不了啊，就打就累，他毕竟是推塔机制，是不是啊？前段时间吧，我打王者我就有点上火了，我三次冲到就是配合不行，不是那么事，那你说啊，对，是配合不行。对，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你看咱们自个儿单排就老能赢，一块打就输，这说明是配合不行，然后反正很多因素吧，没有个好心态，别打王者，打我的世界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然后呢，这个前段时间那个野华跟我说一句话啊，我觉得挺有道理的。他说你要是没有能力，或者说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啊，一挑五的思想准备的话，就打王者你就别太那个啥了，别太执着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一般打王者不都怨队友吗？是不是这样心态？哎呀，这个队友坑啊，这个队友坑，那个队友坑，这把是什么程咬金坑啊，那把是什么项羽坑啊，反正跟自己就没啥关系。所以呢，你要是没有那个随时准备这个一挑五的这种那个思想准备呢，你就输了也别太在意啊。你只能尽量做到败方 MVP， 把自己的技术练得再好一点。真有一天有能力一挑四、一挑五的啊，然后你就上王者就容易了。我是这段时间鸡头败脸，后边得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。是不是啊？这是玩的我的世界，怎么一直说起来这个王者的事儿？我是你忠实粉丝，感谢感谢啊！不能说是粉丝，是火焰的小伙伴啊！哎呀，我这个赛季我是蒙亚挑战上王者单排，我好不容易今天啊，好不容易上的这个星耀二。上一次上王者是用的李元芳，就是火焰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。怎么说呢，就是个乐趣啊，就是每个赛季用一个英雄，单独的一个英雄，然后挑战上王者。我现在是姜子牙上过王者，然后那个李元芳上过王者，都是单排，也有那么几次少的时间，因为跟小伙伴们打王者嘛，有时候自个儿用过，跟小伙伴们一块儿啊，排过几次，一般都是单排上去的。姜子牙为什么不玩了，是因为姜子牙两次上王者了，用姜子牙最高段位打得过王者22星，所以我就想练别的英雄，这不也是个赢事吗？南方的小伙伴能听懂吗？什么叫赢事吗？就是一天有点事儿干嘛，是吧？这个火焰过来，我不过来，过去干嘛，我跟你不一伙的，我不过去，我不过去，我钓鱼呢，我跟小伙伴聊天呢。房间号多少？你没有车位带不了你。钓着啥了？你没啥给的了。我钓个斧子，我真。有什么也不行啊，弹幕你去吧，有什么咱不是一伙的。再说他那是绿宝石交易的吧。我们现在就要躺甘蔗。别的不要，给啥呀？给的安。现在还行啊，说实话，虽然咱们没有附魔的东西是吧，附魔台啊这种没有，可是咱们都有这个了，你看像这个经验修补这样都挺好，可是现在全是绿宝石的。对啊，有全要绿宝石的有啥用啊？OK， 因为这段时间火焰那个蒙亚啊，这个赛季是蒙亚这个挑战上王者，然后呢这个有感而发啊，小伙伴们说的，然后是吧，青莲学来了，欢迎啊。
青莲玄，你说你来了就跟我说话，然后非得我理你一下，然后你就走了，你说我跟你说话有什么意义啊？啊，你过来你就你个报个到你就走了，我可以无视你吗？你也不跟我一块玩，你也不陪我，下回我来我就不理你了啊。这来了就走了，屁股都没捂热乎呢，你什么鬼呀、啊、你啥玩意儿不可以呀、啊、信你打卡糊弄，不行我糊弄你啊，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。你会落地水吗？就那拿个破桶里边装水，那跳崖跳楼那样啊。哎呀钓竿我看看，哎呀耐久的，耐久的有什么用啊。哎呦，那我来这个啊，我把这个养起来得了，这马上就崩碎了。这个有没有带今天修补，再稍微带点那个别的功能的，消失诅咒，海之眷顾，没有用。大漠那个钓竿好啊，我得这个得收到这个经验啊，要不然这个竿就碎了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那也不至于，咱俩不是仇人。我就说那意思，我就发现了那个青莲玄一个，还有好几个小伙伴过来就打报个道就走了。我灵魂陪你，你这就啥话呢？青莲玄真能整事儿，还整个我灵魂陪你，屁股像扎刺儿了似的，就待不住啊。来直播间，回来回来鸟我，你咋不跟我说话呢？哎，你咋不跟我说话呢？哎，你看这啥经验修补的？哎，来这个吧，是吧？什么叫感情？长期陪伴才叫感情。什么情感都是一样，是吧？爱情、亲情、友情都是一样的。啊，咱俩就认识，是吧？这十年来总共就见过，每天见过一面，那叫啥交情啊，是吧？我们俩认识十年了，可是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，那叫啥呀？君子之交淡如水吗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给我钓个大漠啊，你给我钓一个你那儿的钓竿就行，你蹦那么高干什么玩意儿钓鱼啊？咱没给，有那么一成的几率是啥也钓不着的啊，不过很少的。那你站的高我也要站的高。我和火焰是爱情，我打死你，我牙给你掰下来，你这个变态。快把这个变态打死，快拿出去毙了，拖出去斩了，捆起来砸了，恶不恶心？这钓鱼还可以啊，不是说我能钓到就钓到，那你的翅膀都钓到好几个了，你比我欧多了，我净钓鱼呢，我都十二条鱼了。哎我的妈，不应该是友情吗？所以说他是变态吗？青莲玄说我进去能不能和你一组，那你得问空气和大漠啊，你可能得跟那边一组。咱们这人够了，哎我的妈，现在王者段位是星耀二刚上去的，这个赛季头一次上星耀二，因为反复这么的差一把星耀二，然后一直连跪，然后跪到星耀四，然后一顿打一顿打一顿打，好不容易差一把就上星耀二，然后又变成星耀四了，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，就不管啊打成什么样，对面都是那个都副战机啊，五个人都副战机，给人打的牙都掉没了，然后一波让人推了，
因为开始突然就有人开始跟那演了啊，也不团战，他肯定就走开，然后跟那推兵线打野，跟那装，就一直这样啊，就像故意演你似的。反正这样的反复了三四次吧，然后今天上的星耀二，太难了。咱们什么东西啊？耳调二，效率三，那留着吧，那这个也只能是留着了，大概这个意思吧啊。你说我的玩我的世界一直唠这个打排位的事儿。